张碧晨肯定想不到自己的代表作《凉凉》曾经打遍天下无敌手，但到了周深嘴里竟会被差点超越，真的是一点都不给原唱留面子啊。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歌，化作沉迷呵护着我。搞错了，再来。千岁月覆满爱人笑，翩翩芳菲如水流，袅袅天衣烈焰一手花色。周深和张碧晨也是颇有渊源，从好声音的小二班认识了十多年。然后周深也是特遗憾，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起唱过歌。这么多年你看看竟然从来没有合唱过，唯一一次兑现这次帮唱输给他了，没想那么多，因为那一次帮唱其实我是也是输的心服口服。周深真是给我上了一课，就是周深的声音很高很空灵，两个声音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周深可以让他的声音变得更饱满，更有力量，更坚定。那一次是我刷新了对帮唱这件事情的一个。我一直不知道原来这首歌《大雨》是一个男的唱的。对，周深，对，我终于很高兴终于看到你了。我觉得非常好听，这首歌我一直都非常非常喜欢的。周深的声音真的是很震撼的哈，很震撼。要论在翻唱这一块，周深就没服过谁，甚至被大众冠以翻唱杀手的名号，甚至当着原唱的面砸场子，一开口就是王炸。没想到周深竟能把天堂唱得差点超越他，两个人的声线也是意外的搭配，周深的声音就像漂泊少年的思念，而咱们滕大爷的声音就像草原般包裹着万物，各有特色呀。他就模仿过我唱歌，模仿得非常像，比腾格尔还腾格尔。我终于看到面前的泪已泛黄，当初的年轻多情多嘹亮。对不起，周深可以驾驭不同风格的唱法，并且将这些唱法贯穿在作品里，而他独特的美声唱法不仅被称为海妖，更是被评为仙音派。已经消失了很久的一个歌坛的一个门派，终于又有了新的传人，仙音派。比如说像齐豫啊，齐豫，像朱哲琴，包括我觉得王菲也算了。在综艺节目里，嘉宾互吹彩虹屁是最常见的现象，但如果开始从专业角度讨论，那这件事儿就不简单了。让我很惊讶的是，你没有经过训练。如果是你训练过的，我不会惊讶的。我是惊讶是你没有训练过。来呀，走走呀，欢声哟，打破时光。反正有大把方向啊！哎呦，鸡疙瘩！我天哪！天哪！我的妈！자여러분저도모르는노래예요처음들어봤어요 아팔아파팔이너무아파번역기돌려볼게요나도导演您觉得他演绎的这首歌怎么样啊？然后你给个评价。我觉得非常好，我很意外，因为之前我们这个电影没有片尾歌曲，这就是那个杨林他们送来的时候。
歌，说朱深唱的，我答应你听一下，你看能不能放进去。那我一听又有歌词，我第一遍听我就一下子就觉得太好了，正好在后面完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音乐，我很喜欢这歌声中表达的人似乎是那种柔情缠绵的一种感觉。李克勤跟周深的那个和声那个很厉害，那个周深肯定喜欢的，对啊，周深没有人不喜欢的。你看我们就好像这个小鸟，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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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特别好。太周深唱歌技巧娴熟，唱的歌曲难度也很大，却不会被说炫技，也不会被讨厌。这就依赖于他极高的唱商和歌曲中表现的艺术层次。可以说，他既有令人惊叹的演唱技巧，又有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放大招了。周杰伦的《兰亭序》，哦，因为里面有一段是、哦、这个，因为里面有一段是《不管风月》，就很适合你。风月，我提取的一回，悬臂一圈，难辨冷线点。周深彩排的水平，这是张师演出的水平。说起拉麦，怎么能少得了海妖周深呢？这首克卜勒的彩排现场就展示了什么叫做有效拉麦。道理咱都懂，但是我想替话筒问一句：你这样礼貌吗？虽然每位歌手都说自己讨厌去 KTV， 但走进 KTV 后，这放飞自我的程度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啊。周深作为一个
坐着就能飙高音的奇男子，别说让他在车上唱 K 了，就是连青藏高原都信手拈来。明明是三个人的合唱，最后我就只能听到周深一个人的声音，怪不得毛不易总说你，你唱歌就感觉有点像叫起高调。不是，我下不去。哎呀，来了，那就是青藏高原。只见周深在节目里随口一句的清唱，可谓是火爆全网。除了上节目，其实私下周深的嗓音更是一绝。这不，他在跨年晚会的彩排过程就被网友们拍了下来。原本周深是已经彩排完成准备离开的，但是现场观众强烈要求唱一下大鱼，因此才有了这段清唱表演。实力演绎占最高的凳子，飙最凶的高音。给人的印象一直都很谦虚，即使当了导师也没有一点导师的架子，虽然名义上是导师在指导学生，但看周深的样子却更像是在交流歌曲的唱法。试问谁不想要一个周深这样有实力又虚心的导师呢？讲到肚子、这是逐梦路上最美的太阳。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你那这声音太多。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看我们的跨年盛典再继续。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吴昕和孙怡唱歌要我狗命，周深一开口又把我救了回来。周深这唱功还是牛，这么严重的干扰还能唱得这么稳。如果说放下执着，